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卫。今天开了从老挝尼亚一路开过来，开到马尼拉，开停停开了，7个多小时，8个小时不到。哎呀，现在找到个酒店，在这个酒店好像是在我老婆在上面去哪儿订的啊？嗯，他这个酒店好像。去哪儿订的好像便宜点。我们这个去哪儿的话是1400，比如说啊。嗯。他们这里订的话1800，我们那个1400还包含早餐呢，1800那个还不知道。他们这里直接订的话还不知道有没有早餐，所以这个去哪儿啊还是挺方便的啊。这个。酒店带你们看看啊，这酒店怎么样？我喜欢这个。这个酒店啊，在马卡蒂啊，也算是市中心了。这个位置啊，1400啊，还包含早餐啊，这个价格真的还是挺不错的啊。还。布置的还挺富丽堂皇的啊，还挺好看的这个大厅。这个就是1400比索的房间啊。这房间大家看看怎么样？在门口有个柜子，一进门有个柜子，这里。当当当当，有个桌子，桌子啊，他们明天早上还要给我们送早饭上来呢，7点到10点的早饭。哇，这房间这个床好像还蛮大的，1.8米啊，老婆。哇，这大床，这个房间好像是18个平方。哇，就是没窗户的，好像这个是没窗户的啊，没窗户也好的，安静啊。这个经济型的了，这个这个酒店就是这样的啊，还挺性价比还是蛮高的。哇，这还有个梳妆台，这弄得还是蛮清爽。这个酒店以前我们在碧瑶住过的，碧瑶那时候好像还蛮贵的哦。碧瑶好像比这个马尼拉这里还贵哦，200多块钱，那贵个50-60块钱人民币啊。这个是卫生间还蛮大的啊，这范围还挺可以的。还有这个，哎呀，这个1400啊，这个。这个房间我还是挺满意的啊，1400披索啊，就能住到这种房间，我还是挺满意的啊。可可，你满不满意啊？这个房间你满意吗？满意。老婆你满不满意啊？满意。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，拜拜。拜拜。可可，看到这里呀、啊。